林嘉泽，雅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等朋友呢，你呢？还记得那年我也是。那个秋天，温柔的笑脸，好久不见。只记得最后留下的想念，最近过得怎么样？多年过后从未变迁，曾经雨下的诺言，喂，姑姑，多少深情的碎片，他还没来，究竟该剩下哪些？没有看到他啊。有一种成全转瞬无言，他有什么特征吗？蓝色长裙，女色风衣。为何没了见面，我的音符静止瞬间，没了心跳的音。有人刚才还说过，对喜欢的人当面告诉，究竟该忘记那些，就这样全都有些东西你不去争取就只能失去。现在的感觉既陌生又熟悉。时光荏苒，究竟该忘记那些。原来是你。